现在已经被关了十几天了，大家都要往台东。早上七点不到，在桃园区的梅山口就排满车，他们都是要从南横公路往台东方向下山的受困民众。你们如果等一下上去的时候，要注意落石，因为我们早上有清理过一遍了。刚才我过来的时候，还是有一些零星落石，那你开车开慢一点。桃园区三个里总共500人受困十几天，民报客路桥便道又迟迟被冲毁，公务段暂时开放，梅山口到台东向阳路段，由于这一段路路况不稳，这两天先开放三个时段，进出民众都得先造册。还有大货车也再来一箱箱芒果，要赶快把产季的金黄芒果送下山。他们都要从高雄呢，你看把芒果带到花莲，带到台东去卖。这边出去的，如果真的是在这边有造册出去的，就是三点从那边可以回来。但是如果是你们外面的朋友或你们的家人是从外面要回来的，尽量在两点的时候以前。好，开车喽！好，开车喽！哦，再小声。由于这一段路从穆拉克风灾后，因为修路长久封闭，现在为了解决孤岛民众需求，这两天暂时开放，未来也将滚动式调整开放时间。大爱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